日前在四维路发生两台车侧撞事故，现场浪急力多大，车辆下令行散落一地。嘉义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救护人车前往救援。该市消防局救援员到场之后，现场两台车发生侧撞，零件散落一地，其中一车的车门在弄起之后严重毁损，而另外一台车是车头毁损。救援员随即查看伤者状况，其中一车驾驶75岁女性骨头无的状况。救援员经过检查后，好在再无两个受伤遗留，而另外一名驾驶表示身体并无受伤，继续送医。该市消防局提醒民众，骑倒摆驾驶车辆，拢要有防卫性驾驶观念。并遵守交通规则，你驾驶人也要注意自身身体状况，以免发生意外，才会使保障自身以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。新闻调频台七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。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